咋了？你俩不饿呀？这是老演员了吧？我都吃的够够的了。你爱吃不吃啊？你就算减肥，也不用天天吃青菜呀。就是，这青菜我都吃了一周了，我瘦点倒无所谓，刚才就是长身体的时候。你瘦吗？我抗议。我也抗议。那要不这样，你们俩都凑点钱，咱们出去吃。好，你的钱呢？我也出一百。咋了？陆爷就是把家里的饭都往外面来吃啊！好歹你给我搭个帐篷吧，这光天化日的，外面晒黑了怎么办？把裙子挂上。花钱，绸子款是没有了，不过我带了这个。这什么？海龟爸爸的防晒霜呀！你看你这黑手套，一个冬天都没有白过来，摸着都粗糙了。开什么玩笑？他皮肤这么娇嫩，很容易晒伤皮肤底子的，好吧？这样我才安心。你这天气，你这太阳，你别把它给闷坏了。这小光墩。家庭内部纠纷，现在开始。来，你别哭了，你先说怎么回事啊？老爸老人抢我的玩具，还把我的玩具弄坏了。我抗议。那你说怎么回事？玩具是我买的，我玩怎么了？安静，安静，别吵了啊！爸爸抗议有效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我不管，人就是我的，爸爸不能玩。那我们都是一家人嘛，咱们得和睦相处，对不对啊？哎呀，黄胖说的言之有理，抗议无效，散会。今天我们拍一期特殊的视频吧。什么特殊的视频？看一下这个。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群人，他们和我们不一样，他们反应比我们慢，好不容易你教会他喊妈妈呢，过几分钟他又忘了。但是他们在某一方面呢会有惊人的天赋，比如说音乐呀、绘画呀等等。他们会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没有办法正常与人交流，他们也很排斥陌生人，因为他们患有孤独症，也被叫做星星的孩子。他们可能需要我们的帮助。那我可以帮助他们吗？今天带你出去玩啊？和谁啊？朵朵。妈妈。大家都知道糖糖有一个好朋友，她叫朵朵。你们经常在评论区问我朵朵到底长啥样，今天我们约了朵朵一起出来玩啦。没想到他还带了见面礼。你带啥？亲自给带上。太大了，这是适合我吗？不够我再给你买。不用，太大了，我带不上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啥？我就是看看你嫌不嫌弃妈妈。我肯定不嫌弃你，我肯定是爱你的呀，我爱你还来不及呢。我都被感动了，宝贝。你干嘛去啊？我去给你拿点水果吃。好吧，儿子太棒了。明天又要周一了，谁可以替我去上学？我可以替你睡觉。看，我后面来了个小姐姐。小姐姐，我和我舅舅走丢了，你能帮帮我吗？你舅舅长什么样啊？我舅舅呀，英俊潇洒，太是老实巴交的，又会又搞笑，不打游戏不上网，下班就是知道回家做饭。现在是我的烤肠来了。刚才这个小姐姐帮了我，咱们不得感谢一下？去我家坐坐吧。不用。
你坐中间干啥呀？快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挺热啊，你热吧？挺热的。那我去开空调去。哎，姐，你刚买的空调坏了呀？怎么不出风啊？这可不是坏了，这是美的新出的新密空调，跟普通的空调不一样的，刚装上来就来客人了。讨厌，我双脚都没感觉到风呢，一下子就凉快起来了，还挺舒服。舒服吧？这边等你们聊着，我去给你们拿点水果。姐姐姐，你下午有什么安排吗？没有。那不小了吗？我舅舅也没有。哎，下午约了王小去打球。哈哈哈，我真是被你笑死了。哎，等等，给你买件衣服，你试试怎么样？就给我买的。对，给你买的，快试试吧。怎么样？喜欢吗？喜欢。恭喜唐董喜提战袍一件，请问你是刷卡还是现金？还有钱啊？那你试试的话是不要钱，你把标都拆了，那我也没法退啊。那个多少钱？原价是500多的，看咱俩这关系，一个七星价256。我真是服了，你是不是又输我钱了？你天天输我钱干啥？我得给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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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烦死了。妈妈，你在找什么呢？我在找我那个金镯子呀。这周末你小姨要结婚，我带着她。怎么找不到了呀？我记着我放这儿了呀。怎么？妈妈是这个吗？哎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个。嗯，不对，我的金镯子怎么在你那儿？我拿去送给朵朵了。她的嘴太大，不需要。你要是自己的东西，你送给别人是没关系的，但你不能拿着妈妈的东西送给别人，知道了吗？那以后在家彩是不是都是我的？是啊，怎么了？我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我喝的饭？哎呦我！九九乘法表呀，31。你说这个你打我干啥？不好意思，舅舅紧张了，咱们重新来行不行？行。九九乘法表呀，34。12，98。有人。8，7。哎，不对，你觉得你跟我选不一样啊？他把数字倒过来了，你就没发现？哎，我想想，我没想到呀。你现在不是也没想到吗？嗯，对。你说你怎么这样？刚才家里来客人，让你唱首歌，你都不唱。什么？我不会唱。我不信，你幼儿园里天天在教你正在唱歌，你不学吗？那连日上都是偏方，你会做吗？那书本上都是知识，你考上清华了吗？银行里那么多钱，有你的一分吗？大学生都是高富帅，你为什么只嫁给了我爸？不，你别跟我贫嘴哈！那人家的小孩在这又唱又跳的，人家怎么都会，你为什么什么都不会？你要是对我这个产品不满意，你可以翻墙啊，看你能不能退。你。